在那里。哎，用户大耳怪，你什么活？你说什么活？大头鹰，昨天还。啊，又是啊，又是你啊！我记不住，我记不住你那账号。啊，来来来，把摄像头打开说。啊，摄像头打开说。不，摄像头太热了，不打。你打过了。没，今天不送礼物。啊。今天不送我礼物，不，你就打开，我们的我得看着你说。不，今天那个摄像头太热，说了两句要掉线，知道吧？啊，你不是你现实这么有钱，你咋不换个正常手机，使老年机干啥呀？啊，没事，这个不是没事，钱不在乎，有个手机，你拿个苹果就有钱吗，老大？是吧？哈哈，啊，也是哈，你别说，就有一定道理。今天又想干啥呢？没有，今天呢，啊，我还是想就劝一下你，啊，你那些人呢，认知太低。不是像你一样吗？啊，这个是福建人啦。我说实话，你别管是哪人了，别管是哪人了，你能不能听我说话呀？你上来干啥？你不行，你自己开播，你当主播呢？咱说，不是你那些，你挺大岁数，你挺大岁数，哈着哈着，你不是给你点脸了？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那你先说完，先听你的。不是我告诉你，就我先说完以后，我也不是一定要听你说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那你不听就没意思了。我问你呢，我问你说话，那就怕了我是不是？我问你是不是给你脸了？哦，你这辈子都是靠这个精神胜利法活的吗？啊，不是，我活得比你好。说真的，我不用。你现实那耳朵里面都长菜花了。天天在这里卖笑。你那耳朵里面都长菜花了，你还过得比别人好，啊，你还觉得自己挺成功的。你现实姥姥不亲，舅舅不二。你看看那个人家给你截图，你那耳朵里面都长上菜花了。你这埋了骨胎的，挺大岁数，长嘴斜眼歪，一眼站岗，一眼就放哨。你还拿自己不错的，你这么大岁数连媳妇没混上，你还觉得自己挺能的？你是哪来的画面呢，老头子？啊，你活到这辈子活这么大，都多失败，自己没点数吗？不能检讨检讨自己究竟是哪儿做的不对吗？你说完给我说行不？先给你说，我就说完不给你说，你能怎么的？我好奇了。你是干啥的？你是不是有点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？那什么叫敢还是不敢？那你要论敢还是不敢的话，你要论敢还是不敢，你别唠东北不东北，你要唠敢不敢，咱俩上巴拉巴拉，你敢不敢？上巴拉巴拉能不能去？换地方能不能去？哎，换地方也不去，在这里不好吗？那你说白了，你不纯怂吗？我也不说。你不是纯怂吗？你不是粗不粗话的问题。我谁愿意，哥们儿，你张嘴对我们来讲就已经是一种打击了。你这种，你这种人，就是包括你的认知，是吧？这个东西别跟我谈。就像你昨天聊天的时候啊，这个别跟我谈啊，那这个我不管。你的认知，你的这种认知，在我概念里面，你应该在哪？在地下三尺，你该入土为安，你明白吗？你无耻也行，你确实是挺，确实挺无耻。你该入土为安。我真的，我说实话，你说话我就难受。你话别说我可不可以上天，知不知道？你这个嘴能跟上吗？老头子，你这个嘴能跟上吗？我实话实说，我要真给你两句的话，你能跟得上吗？那你说吧，我看我听听来。一句十句，我听听你这个掩耳盗铃，这个精神胜利是怎么玩的？你现实活这么大岁数了，说白了以后啥都得就总结啊，是不是社会的问题？是不是这个问题？嗯，拽什么拽了你？那我早说，我拽没毛病啊。我没见识，肯定比你强啊，不会像你一样，一个社会时代发展进步，价钱变了不一样，数字变了不同，你连最基本的东西认知都没有。老头子活这么大岁数，我说不好听，你不白活了吗？对不对？你也是白活啊。我有啥白活的？我比你成功多了呀，我肯定比你成功多了。你那么羡慕的精神故土，我去过，我待过，我见过，我转过呀。你去感受过啥呀？现实六七十岁的人了，孤独无儿，孤独终老，眼睛一个眼睛站岗，一个眼睛放哨，耳朵里面长菜花，睡醒屋里面一股老人味，吃饭的时候捧个铁盆里面放两个花生米，喝点啤酒的暗珠通红，一眼睛站岗，一眼放哨，左右眼睛盯着你，还好意思打个摄像头？不恶心吗，哥们儿？没人嫌乎你吗？你现实搁小区里面走道，老太太看着你都绕着走，跳广场舞，你走到跟边把音乐都关小了，就为啥？就为了不让你在附近，怕你参与到跳舞当中，你自己不自觉吗？你没发现别人讨厌你吗？
这点自知没有吗？因为我知道怎么说呢，你别搁这哇哇叫，你这出跟睡龙真是一模一样，你们这帮人真的就是纯纯社会边角料，要能的没能的，要认知没认知，一个个还死犟的，让你举例一个都举不出来。问你昨天啊，现在东西涨到3000报1000，问你是哪个项目你又报不出来，对不对？问你哪个项目涨价了你又说不出来，然后那你不管，你不管你就死呗，不就得了吗？你不管你有真凭实据没有，你感受过没有？你们这些人只会就是啥呢，傻子共振聚在一起了以后互相抱团取暖，啥被社会所遗弃的人，社会边角料，明白吗？你们就是属于社会被社会遗弃的这个边角料，你们聚在一起了以后互相就开始在那块啊，你遭遇啥了，我碰着啥了，感谢无名之辈的那个豪华游轮啊，那个给你踢了，你这样似的，你要觉得你自己挺有活的，你这出跟我说实话，你这出跟碎龙一模一样的啊！我就在这说大地的，咋的？手机内存满了，不能下别软件了，下上去找我去。第一楼你那个啥，你那个碎龙，我听说刚才人给你扒了，碎龙照片跟你长挺像，那个碎龙，你俩长挺像，我估计你俩可能是连金，带着你连金一起上直播间，你俩一起上麦。对不对？我看看你俩哇哇哇，你像个大青蛙似的。我看看你俩能扒扒啥样？我看你能不能原地给你俩不撅蹦起来？我给你俩全都怼蹦起来，给你怼的蹦跳起来说，给你俩咋这鸡闹的直播间直接原地给你送走。正好明年同样时间，你就可以直接感受一手那啥了，感受一手一周年年庆。到时候有人给你摆什么烧鸡呀、啊，蓉蓉烧鸡儿，给你摆烧鸡儿搁这块，给他摆橘子，给你摆点小蛋糕，上面插点香。明年就给你俩一起都给你超度去吧啊！挺大岁数要什么画面哇哇哇你还喊上了。啊就牵个警戒上要说什么我也能给你说说，你能说出啥来，通通都啥，抛开剂量谈毒性，抛开事实我们谈结果，我们谈这个理。啊又不是什么又得不理性的又捧杀了，你是干啥的，谁能听你说话呀，你是谁多恶心的人，说耳朵里面这能长菜花，打洗脸不能抠抠吗，手指头不分瓣，现实每个手指中间长上鸭谱了。你跟个鸭掌怪是手指头不分瓣，你不能抠抠那耳朵不恶心吗？你还好意把那摄像头支开了一点啊，开着摄像头连麦太卡。现在啥年代啥手机啊，诺基亚8210啊，开个视频那开个麦克还能卡，你那手机不是打电话用的干啥用的啊，接收信息收稿子给你转账用啊，啥你也不是，挺大岁数不要个脸的那块你还要上画面了，这个那个的。给你两句，你就老当自己好像是个人物似的，你是干啥的呀？挺大岁数，这辈子没有画面，没人给你画面，没人给你那个，没人那个又说我侮辱别人了，你看就搁下面点举报啊，就搁下面点举报玩呗。人以群分，物以类聚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你们这种人，实话实说，就赶在今天不行，今天现在是52，明天是4号，明天晚上11:59，听我的，给自己嘎了，你给自己嘎了，嘎之前，搁淘宝买个当天送，整个美国国旗盖上，这样的话呢，你下辈子加5%当美国人几率，能投美国去，但是吧，这东西我可以跟你说，这东西是个双刃剑。盖上旗儿归盖旗儿，有可能投那边当狗，是人是狗不一定，但美国狗粮也好，不含肉泥，去吃去啊！抓紧啊，下辈大口大口刷，争取投我家。我妈现实养那个我那老三养狗，都吃自助餐。我妈养狗吃自助餐，整大铁盆子，光炫跟小山冒尖儿的，那狗上去哐哐哐哐唰完了以后，那小尖儿刚没，这边又续上，永远吃自助餐都不带饿着呢。不像说你一整投给你投哪儿去了？握手、打滚、装死，你一大堆指令下去以后给一个狗粮，那都训练。搁我家不是，从小开始吃自助餐，咣咣炫，盖上旗，明天晚上11:59，抓紧给自己嘎了啊！感谢素菜浪漫营地啊！完了又弹我了，咋的了？这今天那个今天扒拉扒拉挺有脾气啊，光光弹我呢，怎么光光弹我呢？咋的了？唠嗑现在不要了，因为咱们没有 GTP 啊。来 ，Sky， 喂，说话。那谁到都人说，3000人的屋里面，
那个人气榜第36名，给他踢了，扣他5年，给他海螺嘎没了。那个那3000多屋里面，5分钟一张免费人气票，让你们送动换动换，现实就连动都不带动的，花咱说不花就拉倒了，免费人气票都不带送上的。那、啊、来给你们看看穗龙，有没有想看穗龙呢？我给你们看看穗龙，照片整来了。那么不出意外，你俩指定连襟，非常合情合理，真的，合情合理，真的是合理，刷一波合理，兄弟们。合理，你们的这个认知配得上你们的遭遇，然后你们的长相也配得上你们的认知，打造完美生态闭环，主打罪有应得，主打相有心生啊，你罪有应得就完事了，整挺好。